方方面面，后台说相声的，你甭管是这儿的、外边的，谁提于谦儿，嗯，都挑大拇哥，都佩服我。那是我们这都过过苦日子，人家没有。哦，要不怎么蜜水里长大的？有个形容词，您简直就是喝糖尿喝大的。哎，没听说过。我喝糖行，我喝糖尿干嘛呀？啊，老这么甜滋滋儿，啊，一老生人家在北京长大，啊，那倒没假啊，在家里边父母院，哦，靠父母，这是句老话，是是是，说这孩子日子好，父母院。什么叫父母院呢？您说一说，什么都不用操心，有他爸有他妈呢，哦，老家管，你没钱找他爸爸要钱，他爸爸给钱，儿子拿着花去，要就给人家这份，我不行，我得挣去呀。哦，您没有这日子，我得挣去，我挣完钱还得给我儿子，我儿子啊要钱，走拿去给花去。说实在的，我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啊？这话，不是不是啊，你们咱别来这套行不行啊？不是啊，不，咱不是，我没给你啊，我多新鲜呐！我没给你，也没找我要过啊。我废话，有时候他也张嘴要，我假装听不见。我不行，行了。咱就别连、啊、连着宗说了，父母院这倒可以。再往后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有的时候，嗯，晚上没事我琢磨这事儿，我都觉得人生太不公平了。怎么呢？我怎么跟谦儿哥混的就不一样呢？那这怎么强求啊？我这玩意儿啊，你看我，步步血泪，这么惨，跟谦儿哥一帆风顺，啊，我倒是很顺。那、啊、你当年90年代说相声不挣钱，嗯、于老师。演小品、演话剧、拍电视剧，是干了这么些个事儿。嗯，我也没见哪个说相声的站出来骂于谦不务正业。那时候没什么正业，当年是也没有自媒体啊。是是是，不管是哪儿，没人说过于谦一个不字。倒是，你瞧我啊，剧场卖满了，我也挨骂。哦，观众笑了，我也挨骂。是，就怎么我也是挨骂，都不行，跟人怎么比？包括到今天，嗯，哦，你上网你搜搜。嗯，你看人家自媒体那黑粉骂我，都骂出团粉来了。哎呵哈，你看有人说于谦一个不字吗？啊，就是当然了，这个也很正常啊。老话说得好啊，树大招风啊。哦，谁让你比同行们可能日子稍微好过一点？哦，允许。嗯，有个成语不这么说吗？成语怎么说呀？低高于岸，浪必摧之。这是老话。这以后我改名，我就叫于岸啊。我给郭麒麟改名叫于谦，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哪儿啊？您这为了羡慕于老师啊？啊，黑粉都不骂你，这也挺好的。你刷刷抖音，刷刷什么？嗯，你说谁都骂郭德纲，是怎么就没有一个骂于谦的呢？骂的少，是不是？只能说黑粉怕你，啊，不至于。你怎么着你也得比黑粉下贱一些吧？哎啊！这叫怎么？您这是捧我的吗？不敢惹你啊！没有不敢惹。他骂我就骂了，我也不敢搭茬、啊、我一搭茬，他更得意了。您就别说话了。哎呀，人生不一样。您看老感叹这。坐在后台有时候没事的时候，我就看着于谦，我心说：“哎呀，人家这一辈子活得值了。嗯”您羡慕我？我到后台沏杯茶喝，嗯，忙忙活活的。哎呦，这杯茶凉了，对点我就凑合喝了。是，人家不一样。我呢，坐在后台得喝咖啡。哦，咖啡，你这个玩意儿啊，啊，你让我喝咖啡，我喝不惯。您不习惯那口，我看人家坐在那儿喝，端着咖啡啊，是，还弄个小勺，嗯，叮了个叮，叮了个叮，叮了个，我拿板改的勺是吗？我，不是，就那哗楞哗楞哗楞啊，就搅和啊，喝，咱也不懂啊，说，嗯、就是是是这个牌子那个牌子，凉的热的苦的酸的啊，这各地的吧，啊，我老觉得那玩意儿就是板蓝根，嗯，嗨。您是喝不惯，真佩服人家。当然有时候他、我也看出来，他也未必都能喝。有不习惯那口的，有时候自个儿端着杯也、喝吧，啊，喝完就好了。哎，这嗨，干嘛？我这验药呢，是怎么的？我问您问题啊，您说，您说。我听说的啊，说于老师喝咖啡还要喝手磨咖啡。哎，你这就不懂了。手磨的咖啡里边有感情在里头。我就要他这句话。您要听这个，天下就这句话不是人话，怎么不是人话了？你喝什么不也是喝去吗？怎么还得喝口东西有感情？自个儿磨去。我早上起来吃早点去，我跟人一块摊煎饼炸油条，我是为了早点里边有感情啊。你这，
您这叫抬杠，这玩意儿说服不了我呀，就自己做的嘛。就是后来别人给我讲，哦，咱才知道，明白了，这叫生活的品质，哎，情趣。郭德纲，你想那样喝咖啡，你还做不到，没有这心态。于老师早晨啊，4:30就起来手磨咖啡。我是不是太早了喝的？为了喝咖啡，你这是缺多少觉？熬着夜喝啊？好家伙！哦，家里趁4个管家。那都伺候我的，4:30就站好了啊，穿上西装打领带啊，人就伺候了，就等着哦啊，看着表，嗯，一看到点了，过去给于老师掀被窝。哦，哎呀，就是强制不让睡是吗？喝咖啡呀、啊。哦，于老师这才起来，睡眼惺忪啊，嗯，晚安啊，这四个，嗯，先生请摸咖啡。就别那么客气了，这才起哦，先把内裤穿上。对，我还是裸睡。哎，这得穿啊，啊，西装领带啊，干嘛正装啊？大早上起来西装领带，你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哦、为了磨咖啡，咱跟家里边背心裤衩是多舒服、啊，弄条破秋裤怎么舒服怎么来？哦，人家4点，哎呦，4:30这叫西装打上领带，嗯、对、啊，仪式感。去，对，4个管家。嗯，让我上哪儿去？单有一间房间是磨咖啡的。哦，专门有磨咖啡的屋子，贵族气质。你这家里房也富裕。哎呀，4个管家。嗯，后边跟着贵族。是。那个，得了，贵族回来吧。都快跪下了，还贵族呢？盹儿还没过去呢。啊，还没醒。来的这屋，好，地上那毯子这么厚。哦，那么软的。好家伙，天鹅绒的毯子。嘿，正当中放这个手磨的咖啡机器。哦，专门有台机器。这个机器其实挺简单。有原理吗？是2块圆的石头。怎么放着呀？上边一扇儿，下边一扇儿。哎，我一听这扇儿就明白了。嗯嗯，旁边呢还得多一个棍儿。对。没棍儿怎么磨呀？紫檀的，这材质不重要。哎，带金箍，哎，这都小意思。于老师过来，嗯，扶着这棍儿，这算行点了啊。嗯，回头看着4个管家，哦，这一晃个脑袋，是不是铃铛就该响了？管家一咧自个儿西装，这把口袋里边啪，这是瞪出一条毛巾来。毛巾，于老师把眼睛挤，哎，怕我偷吃。那个管家过来，奔着于老师屁股，啪，走，哎，踹出去了。这就开始手磨咖啡。哎，这还，我这是磨咖啡呀。有时候咖啡磨完了呢，啊，他们还给续点黄豆。那对，主要是黄豆。您拿我说成驴了，这。哎呀，我想象中贵族自己手磨咖啡可能就这样。不是这样。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我这些年我没少在台上夸于老师家有钱。我也听出来了。那，嗯，他爸爸如何如何，他们家生意，霸气贵胄，趁多少钱，嗯，我没少说。当然。嗯，这都是瞎说的。哎，这终于说实话，都是他瞎编的。对，人他老爷子他父亲不是那种人，你看是不是？嗯，但是他岳父是真有钱。你看这轮着也该轮着他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总得说呀，说我不可乐，你知道吗？说我可乐，那是说你最起码我乐。哎，对，对，就一人乐。他岳父可有钱了。当真事儿说，我自个儿我都信了，真的是吧？谦儿，他岳父岳母是天津人，对，那倒是。为什么我熟悉呢？因为我是天津人，我们了解天津首富，就反正算有钱。哎呦，不啊，不是有钱，真是首富。他岳父岳母住那个地儿，不住天津城里，住哪儿啊？啊，你要说天津城里，他们那住趁6套三居室，那都不叫有钱，这还不叫有钱。出了天津城西，嗯，天津的冀州，
哦哦，过去叫蓟县呢，是蓟县，盘山蓟县啊。哎，在那儿有一个地名叫黄崖关，那就是盘山啊。哎，就是啊，到黄崖关往西走24里地，哦，在原始森林的边上，干嘛打猎去了是吧？哦，啊，在那儿盖了一个七进的四合院，七进的四合院，四合院啊，一个院算一进。是是，俩院两进。对，一般来说这家太有钱了，三进的四合院。哦，对，三进就带后花园，是带金鱼池。哦，他这个七进，好家伙，那就进原始森林了吧？你这得多有钱啊！他岳父天天七进七出，我爸爸赵云感情是。你想想，天天的，哎，啊，天天的都得回黄崖关睡觉去，那可不七进七出吗？白天再回天津城里，再开买卖干生意，太远了。哦，这是身份问题。哦，这个代表你以为那说相声的呢？啊，今儿演完别走了，得了，后台救护救护吧，盖大褂睡吧。哎呦，那是他们，您那，你岳父也是贵族啊。哦，就不在乎这点道，看那是。但是，我很佩服他岳父，真的。怎么呢？为什么他在事业上有这么大的成绩？哦，不浪费一分一秒，珍惜时间。哎呦，他这个工作安排的，我看完，哎呦，我的天爷！嗯，我能做到这一点，估计我也能那么有钱。但是咱做不到，安排紧张啊。他早晨四点，他岳父就比你还早吧？你四点半对吗？他岳父四点就起来了，都是您说的啊。对，是的啊，不是，到底几点？不，你四点，四点。你岳父是四点开始工作，是是。你那喝咖啡，你是享受生活是四点半？别提享受生活了，我都磨拉磨去了啊。他岳父垄断了天津的很多行业。哎呦，您这一说可就大了。好家伙，垄断，大企业家是吗？四点就起来，大企业家那么早起？那个说相声的，一睁眼就中午11点、12点。他们爱熬夜，那你说跟人能比吗？啊，他早起，他岳父4点起来了，呵，把茶叶放好了，先做开水。你看，这就要泡茶，然后煮200个鸡蛋。哎，煮茶鸡蛋呢？那就弄好几盆啊！啊，四点啊，公司就开业了啊！什么公司啊？这是早餐吗？早餐店啊，买卖不在大小，多大都干，多小也不放弃，全划了着。哼，哎呦，哎，四点就煮上茶鸡蛋，先煮200个茶鸡蛋啊，煮200茶鸡蛋啊。哦，5点油就热了，油炸油条，对，得配茶鸡蛋，那是啊，嗯，对不对啊？抽空还把咸菜丝切出来，哦，那就是还有粥啊，有啊，5点。火上来了，把豆浆还得热一热。你看丰富啊！啊，是他垄断了，他给别提垄断了，垄断了，这得多累呀，啊！这个到6点啊，能喘口气儿，歇会儿，先骑自行车给人家送牛奶去。还有这差事？有。嗯，7点给小区把孩子们送幼儿园去。哦，还管接送孩子，开那个电动，嘟嘟嘟嘟嘟嘟嘟。啊，自行车拉不下了。哎，嗯，7点半。是公司打卡，这才干点正事儿啊！8点给新的员工培训，哦，9点批复文件，这才是董事长该干的。10点，嗯，开董事会，正经八百的工作来了。11点，啊，接见国外的这些个投资商，哦，真有大投资人。哎呀，哦，12点吃早饭。怎么现在才吃早饭？忙活一上午没工夫吃啊！你要不做早点，不至于的。12点吃早饭，哦，哎，连吃饭带休息，是这个时间很短，只能到中午1点。哦，就这么点时间，哎，连吃带歇着。哟，1点了，开始。这又干嘛？把包拿来呀，茶水沏好了，放好了。这是白袜子、布鞋、腰带、大褂都装好。干嘛呀？上小园子说相声去，还有这瘾呢？150也得挣啊！哦，小剧场，对对，那是2点准时到剧场，为什么？2点20下场，这孙子开场去了，给人家。3点啊，就园子门口摆一摊儿，卖13香，这倒是近点，那是方便，出门就唱。哦，哎，
下午四点是视察自己的新楼盘呢、啊。这身份转化他来得及吗？你说的吧，来得及啊，来得及。到五点，这是特别着急的事情。这个赶紧往回赶啊！干嘛呀？打开冰柜，把羊肉串拿出来，得缓着。这个是晚上的摊儿又出了，是，一般是六点左右。哦，哎，那客户都排好了，就还有名儿，六点准时跟着给人烤。哎呀，给人烤忙着，哎，是是是。七点骂街，骂什么街呀、啊？城管来了。哎，这嗨。哎呀，就这罪也受。哎，八点，嗯，董事会，这天一脚地上一脚，不闹得慌吗？这个，八点董事会。哦，哎，九点推那车出去给人炒饼，他就不怕其他的股东看见吗？有口罩。哎，这嗨，炒饼、炒面，嗯，哎，炒饭是鸡蛋西红柿汤。呵，要一个鸡蛋，要俩鸡蛋，都得问人家。哎。九点哦，十点卖糖葫芦，还有别人不挣的钱吗？十一点跳大舞，跳大舞，哎呀，就是或者在楼群，或者在河边跟老太太们扭去，小情趣，还得放松一下，啊、也得放松一下，是是，哎，哦，还有河边，哎，十二点啊，刷手机，刷手机，看美女主播给人刷礼物，闲心太大了，嗯嗯嗯，啊，十二点是到一点。怎么样？凌晨一点，屏蔽左右，要干正事儿，严禁任何人到我跟前来。他干嘛呀？凌晨一点，嗯，和美丽的女秘书聊情感问题。这是得屏蔽左右。嗯嗯嗯。啊，一点是跟女秘书俩人情感问题私人接触，好、哎、聊一聊天是。一点十分出去散步，就聊十分钟啊！好，定一天这玩意儿，就是。太困了，这一天，那还累呢。哎，散散步，到凌晨两点。哦，哎，快捷酒店门口卖玫瑰花，卖红玫瑰，什么钱都挣。哎，啊，头三点坐车回黄崖关睡觉。三点钟从天津对，回黄崖关，回黄崖关睡觉，得赶紧去，因为四点还得煮茶鸡蛋呢。哎呦，挣这点钱够买飞机的呀！你这玩意儿。哎，四点钟又出摊了，那可不，老两口子啊，岳父岳母，好这份，我就说人家这种大户人家的这个生活这个状态，怎么就这么棒啊？怎么棒了？听着多忙叨啊！你看，忙叨人家有成绩，那得有成绩。所以说，咱两家生活不会一样，不一样吗？我哪能一样吗？哦，对不对？你看，谦儿哥，他在我们后台啊，嗯，独树一帜。跟别人不一样，既传统又现代，就是他。这怎么叫既传统又现代啊？你传统，你看，你问他你喜欢什么呀？他告诉你，嗯、我喜欢种地。那就独树一帜，对吧？ 对别人来说，这种地可能是工作，我还真喜欢。对他来说，这是就是兴趣。哎，种地好玩啊！嗯，那北京锦南头，嗯，开出一块地来，是没事跟那儿种地，多好啊！最大的兴趣，对，田园风光。哎，有时一高兴了，把牛推开，自个儿耕二亩地。有牛不用自个儿耕，你看兴趣吗？哦、啊，那牛倚着树叼着烟卷看着呢。哎呀，我那点烟都便宜牛了啊！你不服行吗？啊、得服啊！吃个西瓜，嗯，像咱们出去买个西瓜去。是啊，于老师没有，必须是自己种的，自己种西瓜，自个儿种西瓜，多麻烦！那哪能嫌麻烦？自己种的好，还算日子呢。啊。找庞各庄要西瓜籽儿，那儿的好啊，自个儿算哪天下种。嗯，咱哪懂这，人家哦好，嗯、阴历的五月十二，这是个良辰吉日。阴历五月十二是个什么日子？屈原的头七。哎，我算的太细致了吧？下种，嗯，哎，浇水是上肥，那得长啊，到滋出苗来。对，一滋出苗来，于老师就不回家了。怎么？就怕这苗让别人动，也怕鸟给吃了。一吃就不长了，撅在地上看这苗，盯着呀，好一撅撅一天，我这腰受得了受？就是嘛，到天黑了，晚上八九点钟，是四个管家才给他抬起来是动不了了啊，抬回去躺会儿，早上四点半还得叫他磨咖啡呢。我跟我岳父都这么忙，感觉了不起，是吗？我真的很佩服于老师，就勤奋，高兴，想一出是一出，
啊，这倒有这特点，想一出就是一出啊，这这过得好好的啊，我要去游泳，你就这玩意儿，游泳也是我爱好啊。这四个管家就忙死了，老有这四个管家上网给他搜啊啊，今儿要游泳哪儿游啊？现搜是大连，是青岛，是威海，是哪儿？哦，去海边，今天的温度、海水的质量，嗯啊，沙滩那儿合适不合适？这就是讲究。就我说，哎呀，咱比不了，是吗？哎，这儿搜完了，比如说，哎。先生，今天咱们是青岛，青岛海边啊，一会儿飞机就来了。哎呦，我有飞机了，飞机啊，送我岳四个管家，啊，四个管家伺候于老师，嗯，哇，纸飞机呀，扔出去那个不是，就是一扔，看这纸的去哪儿，飞机往那方向走，好，改算命的了。哎，到了，到青岛，这沙滩上都准备好了，啊、哦，都已经准备了。哎，太阳伞织的，嗯，摆一小桌。上面各种的小吃，嘿，凉啤酒，那是得有啊。好一大帮人，这地面上还一帮伺候的呢，当地也有人，连男的带女的，服务员乱七八糟，二十来人。好家伙，接着是四个管家搀着这贵族就来了。哦，四个人搀我，那是哎，打地边给扶来的。哎，这好家伙，还没直起腰呢，撅着看西瓜呢。于老到这儿来，这儿才脱衣裳，嗯，准备游泳啊，一丝不挂呀，嗯。光着游啊？不是，脱了这个好换游泳裤。我家里换完来不好吗？我非上这儿。你不得海边换吗？对吧？哦，二十来个服务员连男带女站着看。干嘛？我卖票不卖票啊？我这脱完之后啊、嗯，不能马上下水啊，得晾一会儿、啊。你可记着啊，都脱完马上下水，这个皮肤血管冷热就受不了。你这地方还挺讲究，得适应一下。嗯、哦，这二十来人都站好了，于老一丝不挂。嗯。叫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干嘛？我这嘚瑟什么？就为给人看的是吗？差不多了，这才把内裤穿上。哎，那是看的差不多啊。嗯，穿上内裤，哎，都脱了，鞋袜子都脱完了啊。啊，坐在这海边这躺椅上，是太阳伞底下，嗯，凉啤酒，吨吨吨吨吨吨吨，这才喝，高兴。是青萝卜，咔嚓咔嚓咔嚓，就凉啤酒。哎，白萝卜片，咔嚓咔嚓。啊，哎，胡萝卜，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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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嘛改兔子了？我全吃萝卜，炒黄豆，咔嚓咔嚓咔嚓，啊，还有黄豆，炒黑豆，咔嚓咔嚓咔嚓，哎，炒青豆，咔嚓咔嚓咔嚓，吃豆子有劲儿，那是啊，高兴吃，嗯，吃完点根烟，还抽，我是游泳不游啊我？那些个二十来个服务员不敢说话啊，那是都看傻了啊。嗯，非得这四个管家是，先生游吧。哎，对，早就该游了。太冷了，那么冷吗？我们这军大衣不抗寒。好家伙，军大衣都不抗寒，我这晾二十多分钟。嗯，贵族啊，游游游游，赶紧吧，马上。嗯、哎呀，这个，哦、哎呦，好，哎呀，哎，还以为穿着西装呢，是怎么着？这才下水。啊，一下水它就不冷了呀，水里暖和。您各位有这常识哈，嗯，进了水，水里的温度是没问题的。哎，对，在水里游啊，高兴是。可是刚才跟岸上，他可没少喝风啊。那是，那多冷的天儿 啊！还有凉啤酒哦，青萝卜，还有呢，白萝卜是，炒黄豆，嗯，青豆、黑豆，对，这一肚子东西啊，怎么样？到水里面拿这浪花一拍，嗯。这个玩意儿，您各位是有常识的啊！你咋了呢？于老师就漏气。什么叫漏气？就有气体嘛。嗯，就产生气。但是岸边这帮人不知道。那他们哪知道？离得远呢。对呀，于老师自个儿知道。哦，他们只能看见远远的看着。就别让他们看。瞧这水面上，他们还纳闷是有鲸鱼吗？哪儿有鲸鱼？哪儿有鲸鱼？别瞎猜了。海面上小鱼儿，嗯，小虾，哦，蛤了，呵，还有整个的黄豆。哎呀，没听说，恶心不恶心呢？啊，怎么我上那儿打窝子去了？是怎么的、啊？既传统又现代，别提这个了。真的、啊，就既露怯又现眼。贵族人生啊啊！我说的传统现代，我这都
都是有证据的啊，是吗？很时尚，你别看种地很传统啊，哦，很时尚。我还时尚。我们后台那个用手机，嗯，多新多先进的都是他先用。我好这个电子产品。他打苹果，你打苹果半他就买。哎，什么叫苹果半呢？不到苹果一的时候他就用。嗨，那会儿咱还纳闷他，嗯，他那玩意儿上面没有那些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按钮呢。啊，对呀，没有。后来咱才知道，是拿指纹开。对了，哪见过那玩意儿去？那时候新颖。后来我们也都用了，也学会了。哎，但是你看我们这，嗯，指纹开，我们跟你一样，指纹开锁了，人家也改了，我又改了，改脚纹，不是苹果改，是我改。你看这，他就是这么先进，啊，老走在别人前边。哦，哎，这叫人家我不拿手，没有意义，是吗？换脚趾头，走在别人前边。我印象很深，那年冬天，我们俩走到西单那儿。哦，嗯，他打电话，嗯。哎呀，给我拿这儿，是啊，穿一背带的棉裤。我带一脚指纹开机的，我穿一背带的棉裤，就是脱毛裤啊、秋裤啊、绒裤啊，嗯，哎，丝袜呀，我去，行了啊，哪儿有丝袜呀？又脱了袜子啊，哎，扶着电杆子，拿手机，哎，哎，开了，开了，那可不得开吗？真服人家，是谁呀？嗯，哟，打错了，呵。穿袜子，穿秋裤，是忙活40分钟，那可不是就这一位打错电话，嗯，真羡慕人家，你羡慕这个王总脱衣服，嗯，我说的是西单，反正是闹事，是是是是是，嗯，净闹事儿，你净闹事儿，对，崇拜谦儿哥，嗯，真棒啊，这有什么可棒？他们家里边都是智能家居。您没告诉您喜欢这小电子产品，不是您这种富贵人生用得起吗？那玩意儿是挺贵。于老师这车啊，一进小区啊，他家那门锁自动就说话了，啊啊，说话，于谦老师回家了，嘿，哎，人家能认出我，他刚进小区没到家门口呢，就能赶上他车一进小区，门锁说话了，就是于谦老师回家了，好，你们要快一些了。给谁报信儿呢？他什么意思？这是就是提醒家里的那些个智能的设备，哪些个智能设备全是人工的，什么玩意儿这是？于老师回来了，啊，你们要快一些了，这个意思。什么就快一些？哎呀，一会儿外边啊，车一停，于老上来了啊，哎这。行了，回来，我刚打青岛游回来的，别弄这个。到门口站着，人不用伸手，那个门锁自动识别。啊，这现在有。哎，于老师一站，嗯，就识别我这箱是吗？因为门锁都在下边啊。嗯，你当时安的是有问题，你应该安这样。哦，看你就方便。是，你安的在底下，嗯，所以于老师得这样。哎，我这么智能的东西。不是，今儿关键是一下，今儿还有问题，没开门哟，没打开，没开门，嗯，因为您那个眼睛这两天上火，眼睛红的，哟，哎，脸上有粉刺啊，牙上还有韭菜，手指头还爆皮儿，我就这样了，我就别出去了，我啊，我还往出溜达，摁半天啊，这个门锁，请再等一小会儿，马上就好了。呵，你看这玩意儿太智能了，太智能了，嗯，一会儿功夫，嘎吱儿，嗯，门开了。啊，门开了，自己开。哎，门锁还叹气呢。是，哎，累死我。这是门锁叹气呢吗？这是是是。啊，嗯，门开了，于老师进来，各屋找。啊，嗯，还找没人。哦，哎，挺奇怪啊。是，关好了门，坐在这儿脱袜子。脱袜子？脱袜子，坐沙发脱袜子。回家了吗？换衣裳吗？松快松快。哎，一脱袜子，嗯，你看那窗帘呲儿。怎么样？关上，你这才叫智能啊！不服行吗？对，要脱衣服可不是得关吗？那是，这是隐私啊！对对，一脱袜子，窗帘关上。对，哎，脱袜子，换衣裳，脱个一丝不挂。是，你再看这窗帘，呲儿，合着我就脚不让人看是吗？就脱袜子的时候关上啊！不，它不光是窗帘打开呀，啊，灯还亮。哎，对。哎呀，
亮如薄昼一般，外边都能看见啊。你管那个去了，因为您各位都了解那个楼啊，嗯，真是摩天大厦，30层、50层的，你跟屋里光着也没人在乎。啊、那么高没人，您是临街，哎，临街，好门脸房，我脱一丝不挂啊。但是您这个玻璃，是一面玻璃一面镜子。啊，这就我就理解了，对吧？哎，对对对，一面玻璃。哎，于老师过去挤这粉刺啊，哪面镜子呀？哪面？合着我看不见他们能看见我是吧？哎，挤完了啊，嗯，洗个澡，反正我都得嘚瑟干净了啊。嗯，洗澡，一说洗澡，嗯，那屋那浴缸说话了，说什么了？水温合适，请。你这早就知道，高科技啊，于老师，哎，奔浴缸是哗。人家自动的给你投香料啊，是啊，西红柿啊，酱油啊，盐呐、啊，香菜啊，那不叫香料，那叫佐料，知道吗？干嘛要煮？水温显示100度，哎，快开了！你说这玩意儿能不烫坏了吗？那肯定得烫坏了啊！哦噜噜噜噜噜噜，就出故障啊！家里机器人过来了啊，家里有机器人啊，机器人来干嘛呀？给于老师拖起来，拖起来，拖起来，送您上医院。机器人管送医院，哎，您都动不了啊，掐着腿啊，掐着脖子，哎呦，啊，你还喊呢？喊什么？穿上衣裳再走。哎，我能顾得过命来。嗯，那是啊，嗯，到门口，门自动开了。哦，机器人拖着于老师。是，哎，到门口这，哎，走，我就扔出去了。我用它扔过呀。它的程序是不能出这个门，不能出这门，你扔我干嘛呀？它只能到楼梯口。哦，啊，咵，给您推出去。啊，转过身来，他还得归置干活呢。他家里还有事儿，就您门口这个，他得做卫生啊，哦，倒垃圾呀，啊，是给您归置鞋呀，啊。嗯，哟，怎么着？哟，这有双皮鞋。嗯，啊，电脑自动识别，那得皮鞋不是你们家的。嗯，机器人这手砰就改了刀了。哦，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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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把鞋切碎了。是，一打包，咵一扔，就这么高科技。哎，这是人性化的东西。那是。啊，那边于老师自己，嗯，打车上医院了。哦，哎，上医院，还是没穿上啊，来不及，门已经锁上了。到医院不是给那各种医生吗？对吧？啊，我直接住院去了，合着，啊，烫伤了都。哦，一到医院选择，人家去那个医院不是咱普通医院，哦，都是机器人医院，啊，也去那高档的，大夫那都是机器人，还没吃够。你先选择啊，啊，你先选。这医生分两种，一种是老北京的，一种是伦敦的。国内国外的，这风格不一样的。是，选个老北京吧，啊，老北京好，老北京听着舒服，好接触。对对，词儿一选啊，老北京这机器人医生来了啊，机器人噔噔噔噔跑进来啊，这位爷您好，哪儿不舒服您呢？嗯，不要紧，堵我呢啊。呵，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闲着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于老师一瞧，这不行，有点贫，换一个伦敦的吧。哎，在外国要一个英国绅士风格的机器人，来试一试。打外边进来了，嗯，西装领带，小眼镜，戴着礼帽，风格就变了。那是，嗯啊，英国伦敦风格的机器人。他怎么说？来了，您了，嗯，这位爷哪里不舒服？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合着就是味儿变了是吗？这字儿一点没变，自动检查，赶紧检查吧，于老师。搁在手术台上，哦，咵，这是灯就灭了啊，灭了。机器人不用自动识别啊，红外线的，咵一下子，嗯，就把您的肾给您切下来了。干嘛呀？我这是？他觉得您的肾以后会有问题，这烫伤就不管了是吗？那个慢慢就能好。嗯，没听说，那我上这干嘛来了？咵，肾拿走了啊，一会儿又回来给您拖40万。我上这卖肾来了，我拿40万换一肾，给一塑料袋，于老扛着40万。嗯，捂着腰，呵，哎呀，我都折到机器人手里了，太棒了啊，太棒了，卖个肾就得了，哎呀，富贵人生，哦，有40万，我今天把它挥霍了，我去买去买东西，呵好，哎，于老师扛着钱，嗯，奔商场买东西，今天要把40万全花了，这肾卖的，一进商场看见我了，嗯，德刚，哎呦，谦哥，您干嘛去？是我有40万，准备把它都花了。哦嗯，你干嘛呀？对，我呀，我买双皮鞋，我那鞋坏了啊，就没听说了。他20，我才16。对，看着，嗯，他都能抽烟了，大了，嗯，来口，
教人家。那会儿那个这哥哥们讲究，来口，那时候都让烟嘛，不抽，不敢，不敢。哎呦，胆小，也不行，没事。哎，一会儿来瓶酒，噗，那时候就开始喝。哎呀，形象不好，咱那边看着。嗯，哎呀，哦，来口，酒也让，啊，不敢，也不喝，但是心里暖乎乎的。哦，哎，跟亲哥哥一样，朋友嘛，哎，他就是热心肠。对，啊，坐在那儿来大碗牛肉面，是吃面，回头看见，来口，你瞧，这都是礼节。不，吃完了，吃完了，是是是，谢哥，谢哥，不是，啊，感慨，嗯，后来他搞对象了。哦，我一进后台，我正看见他跟他女朋友俩搂着，嚯，正亲呢，是啊，一回头看见我了，嗯，来口，没听说过。哪儿啊，你不能吃，我都傻了啊，来口就来口，没听说啊，这让您就应了。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对，一晃都是这个岁数人了。对，希望您呢，嗯，健康长寿。谢谢。因为什么呢，后台这么多年轻演员呢，嗯，咱们得教他们，咱们得带呀，这传帮带嘛，按我们这行讲话，这叫什么呀，嗯，替祖师爷传道。哎，有这么讲的，尤其我们这个岁数啊，啊，承上启下，是往上来说，老先生们岁数都大了，嗯，往下来说，小孩们还有很多，就上有老下有老啊，我们得把这门艺术传下去。没错，说相声最高境界需要多看书，哦，是要学习。那当然，有人问过我，嗯，说相声有窍门吗？有吗？我说有窍门。哦，啊，有窍门。什么窍门？文化。哦，知识不是说那个一上台喝得出去，嗯，然后拿扇子咣咣打脑袋，嗯，俩人对着骂人，是那不叫相声。哦，我有朋友跟我聊过这个，嗯，我说这个不就是俩人站台上，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嗨，不就说相声吗？嗯，我说那瞎说。对，咱不否认啊，嗯，在相声里边曾经老先生研究出来，嗯，用伦理方面找包袱，那是技巧，这个东西也不能说对，也不能说不对。嗯，你说从清朝开始有相声，嗯，站在马路上靠着墙边几个人说相声，嗯，这儿围着十几个人，他顾及不了那么多品位高的东西。没错，先说点简单的，您一乐乐了，往这地上扔点钱，嗯，我拿这钱买米买面养家糊口，这是我们相声的出身。你说外边漫天风雪，家里边七八口人等我吃饭了，嗯，我告诉家里人，你们等着，我要出去高雅一下。嗨，啊，我出去保证没有什么伦理的包袱，保证没有什么什么。你说你出去高雅完了回来，这家里死好几口算谁的？哎，不现实。他就是个谋生的手段。对啊，嗯，而且您别以为说，哎呦，上台叫个爸爸那儿一答应，这叫个儿子一答应就这么简单。不是啊，不是这么，那是学的，嗯，你得看人怎么喊你才能知道怎么答应。哦，儿子 A 儿子啊儿子嗯嗯，他是有音韵学在里边的，是要不他真不想。他有尺寸，他有劲头。嗯，再一个了，小孩们说有的时候，我觉得说一句半句就说吧。啊，他们能允许俩孩子上台说相声，他还没明白呢。嗯，一上台，好家伙，好几千人，是他会紧张，他会害怕。嗯，说点这个皮儿薄馅儿大的，您一乐，他心里踏实了。嗯，到后台挣这300-500，这孩子先活起来。嗯，等他知名度上来了，自然而然他就觉得这句话我不能说了，哦，这句话丢人，这个包袱不好。嗯，那是以后。嗯，在我们行业内部这叫什么呀，啊，先学吃饭后学养家。对啊，小孩们，就小孩们，其实我也告诉他们少说。哦，也少说。一个8岁的，一个12的，俩人站着，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观众听多了会厌烦，也不爱听。也真到我们这个岁数，谁是谁爸爸就无所谓了，也不成，也不成啊，啊，嗯，他确实现实中存在，嗯，也不必把他这种包袱批判的都说出血来，也没有意义啊，没啊，人观众也不是为了听这个来的，是好，你站台上一说我是你爸爸，人就买票，人观众怎么了？对，人自个儿在家也能说这个呀，啊，把邻居门敲开了，啊，我是你爸爸，再见，没听说过，打起来了那就，还是的，嗯，所以说啊，相声有技巧。还要有文化，是是是，这个演员拼到最后拼的就是文化。对，您说的那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哦，这小孩长得俊，哎呦，好也好看的不能再好看了啊！是他到75呢，
那就不能再好看，对吧？你这有一帮姑娘就爱看他，哎呀，等他七十五，这帮姑娘们也八十多了、啊，这么大姑娘了啊，就说这意思啊，人都是在成长当中吗？嗯，对不对？你过些年这帮姑娘结婚了，是对吧？有一帮你看，老公管着，那出去打你啊，不出去，不让听了。你再有几个家暴的出不来了，是不是？怎么那么全乎啊？有看孩子的啊，嗯嗯，有摆摊的，嚯、哦，有摆，有家里大买卖，是吗？啊，人这种，你她老公早晨四点起来煮茶鸡蛋，哎。四点没听，怎么老有这个呀？这个也说了哈，对，你这脑子可以呀、啊。对，说的是我。所以说呢，说相声要多看书。对，书中自有颜如玉，嗯，书中自有黄金屋。老话儿，一人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俩字儿。这对，其他的都是假的，都是过眼云烟。嗯啊，说这人怎么能红一辈子呢？那必有原因。那他肯定有缘，绝不是因为一段哎呀，观众乐一辈子，没有，不是演员最忌讳这个啊。哎呀，我1989年有一天，我1982年有一天演出，观众还乐呢。是这个演员老沉浸在那一天，这一辈子算完了，不进步啊？怎么20年前观众还乐过我一回呢？怎么今儿不乐了呢？嗯，那不行，那说明你没有文化，浅薄，偶然性。我还是比较喜欢爱看书什么的。哦，您喜欢读书？我小的时候先学的评书，后改的相声。哦，80年代末又唱了几年戏，嗯，所以对传统文化还是比较喜欢。嗯，这能听得出来。包括我们开始说相声的时候，那会儿剧团给我们都送到相关的艺术团体去学习，就深造嘛。那会儿相声不有什么黄鹤楼什么的吗？学京剧吗？对对对，哎，嗯，那会儿就给谦儿哥送到京剧院去。我喜欢京剧。哎呦，一进京剧院，那个老头们都爱他。唱戏的。哎呦，不是，就是干活的。嗯，干活那是王大爷。哦、锅炉房李大爷、扫地的孙大爷就都爱他。说怎么那么些大爷嘴甜呢、哦、给人扫地，给人烧锅炉，给人看大门，给人拿东西，给人倒垃圾。我上那儿打杂去了，我没学戏。学戏学戏就爱这个、哦、那会儿我也如此，我也跟他一样啊。是您也学啊？相声还有学评剧呢。哦，对呀、啊、给我送到评剧院去了。哦哟，那些个青衣花旦，那些个小姐姐呀、啊、嗯，去了就给我围上，有40多个小姐姐就给我围上了。那没大爷呀？没有，大爷都在京剧院看。哎，这嗨啊，大爷都围着我呢，是吧？想当我也学评戏呀，这来不及了啊。哦，这个看了这么多的传统的剧目剧种、嗯、我发现，嗯，中国人的忠孝节义和爱情其实都是从说书看戏里边得来的。哦，都是从这儿吸收的。中国有句老话，男要学关云长，女要学王宝钏。啊，这句话怎么说呢？关二爷关云长，亘古一人，对，秉烛达旦真君子，那叫卧五关斩六将，那叫老爷呀。才色不爱真君子，是是。老百姓怎么知道？过去竟不认字的，哦，听书看戏，哦，从这渠道。男要学关云长，那比把女的要学王宝钏呢？王宝钏，王宝钏跟她丈夫薛仁贵，嗯，薛仁贵征西去了18年，是这么大一个相府的小姐，每天跟人挖野菜吃，嗯，等着自己的丈夫，贞洁，忠贞节烈。好，咱们这个民间故事、民间传说里边这种很多，哦、还有，哎，您比如说，有一个故事叫《孟姜女》，您听过吗？啊，知道孟姜女？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是孟姜女很棒。哦，秦始皇修长城，嗯，天下抓民工，哦啊，就抓到这个人叫范喜良，哦，也叫范喜良，也叫范启良，是跑吧，哦跑啊跑吧，嗯，跑到孟姜女他们家院里边，嗯，孟姜女跟这正捉蝴蝶呢，哦啊，嗯，院子里边花蝴蝶跟这飞，嗯，孟姜女拿个小折扇，是噔噔了噔滴噔啊，里个里个噔啊，里个里个噔，是逮猪呢上这儿。不是逮蝴蝶呢，花蝶珠，花蝶包里，嗯，没有。哎，这一扑蝴蝶，这扇子掉到水里边哦，姑娘把这袖子弄上来，嗯，跟这儿够这扇子。哦，就在岸边那儿，嗯，范喜良看见了，是瞧见胳膊了，嗯，俩人就结婚了。这瞧见胳膊了就结婚了。封建社会，沾衣裸袖便为失节，那时候这规矩。那瞧见胳膊了，这完了啊，这女的就是他的。啊，就嫁给他了。啊，这个万恶的封建，多好啊、嗯！哎，这好啊！您羡慕这个？到现在我就搬一小凳儿、嗯，坐到游泳池那儿、哎、都是我的。哎，对，您坐青岛岸边上去。我怕黄豆砸着。你说吧。
你最好照着词儿说啊。到后来这不就是给范喜良抓走了吗？哦，抓走了。抓走之后天凉了，孟姜女啊给他去送寒衣。是他为什么叫孟姜女呢？啊，他这出生还是挺奇怪。怎么说这两家人家，这家姓孟，这家姓姜。哦，这家种了一个大葫芦。是这家的葫芦腕长得这家接了葫芦。嗯，两家为这打起来，说这是我的，那家说我的。嗯，官老爷来了，把葫芦劈开一家一半吧。嗯，劈开之后里边有小姑娘。嚯，两家说得了，这姑娘算咱两家的吧。嗯，这家姓孟，这家姓姜。嗯，两家的闺女，所以叫孟姜女。嘿，啊，这是个民间传说。哦，啊，这肯定是假的，哦，不是真的。因为咱这儿有种葫芦，还有种西瓜的。哎，这怎么老有那边那个啊？嗯，孟姜女送寒衣，是到那儿去，然后哭倒了万里长城嘛。嗯，哇，一哭长城都倒了啊。是是，孟姜女一边哭一边说呢。说什么？挖掘技术哪家强？哎，这也是传说，很多曲艺，很多戏曲啊，都唱孟姜女。是，那曲艺里边，你看那个京韵大鼓，不是有这么几句吗？京韵就唱这个孟姜女，怎么唱？啊，封建春秋秦始皇，修造长城霸民扬，嗯，海尽苍生天下残，独留四海归身上，焚书坑儒，凌辱教化，哪管国乱仁义的张狂，唯有那范喜良之妻孟姜女，是一团乾坤正气，真烈贤良，国称是无双啊。好，京韵大鼓。哎，这还是白派的味儿。这个这种故事在这个民间太多了。哦，都有。啊，白蛇传知道吧？哎呀，这有耳闻呢。白蛇传啊，也家喻户晓了。青蛇、白蛇，对，许仙，哎，仨人过日子的故事。那，哎，这仨人，仨人过日子呀，啊？这个民间传说，嗯，吕洞宾呢下界来渡凡人。哦，啊，然后呢化妆成一个卖糖圆的这么一个老头。哦，啊，然后跟那卖。嗯，来个小孩啊，这小孩呢吃一个吧，吃一个太烫。嗯，吃不了。其实这小孩呢就是有仙根。哦，但是没成功，一咬了，哎呦，太烫。是挨着这湖边呢就吐了。哦，把这仙丹变的这元宵吐到水里边了。哦，水里边来一大王八，来一条蛇，俩人抢这个。哦，这白蛇吃着了成仙了。哦，那大王八就生气了。哦，大王八就后来变成的法海嘛。哦，就是为了报这个仇。是是啊，在民间最早的传说，小青儿啊，嗯，是一个男的男蛇。哦，哎，公的，他开始想娶这个白蛇。是一打仗呢他输了，得了，就变成一个姑娘了，变个丫鬟。哦，服侍着姐姐，老在身边。哎呀，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嗯嗯，太平歌词唱这多。太平歌词有这个。哎，咱们老唱这个啊。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那春游苏堤桃红柳绿，西崖上荷花映满了池塘，秋观明月如同碧水，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可以鼓掌了。嗯，哎，哎，这是青蛇白蛇的这个。这曲艺里边这个多，咱们这个单弦，单弦也唱，单弦牌子曲不净唱这个吗？啊，唱了个法海骂这俩妖精。哦，啊，咱们这牌子叫切快书。这怎么唱？法海正在方丈院，忽听得外边闹连天。我叫声徒弟们不要乱，直着僧人扛蒲团，不多时来到大雄殿，瞧见了两股妖气上下翻，
口中不住把善哉念，我弥陀佛念了几番，你们本是多年的长虫成了大道，何必苦苦的炼尘番，如若听了山人的劝，及早返回峨眉山，如若不听山人劝，从此后再不能烫头喝酒抽烟。什么乱七八糟，这里没有这词儿啊！你不承认了啊？哪儿有？哦，行，不是不重要，不重要。这好听，啊、这好听吗？这切块书嘛，对吧？是是。法海禅师冲冲怒，青龙禅杖打玉剑。怎么还有我？没有这个唱，我能唱两天。哎，我不行。这是传统的故事，民间传说。哦啊，还有这个西厢，哎，西厢崔莺莺，哎，崔莺莺。张生红娘是仨人的爱情故事。嗯，这好，老有仨人嘛。记得白蛇那不就仨人吧？那没有，那也不是。白蛇里边那个小丫鬟厉害。白蛇妈，那小青儿在断桥的时候把宝剑抻出来啊。哦哦哦，许仙你可知道大宝剑的厉害？哎，不大宝天天剑，天天大宝剑。行了，不是啊，哪儿有啊。哎，但是西厢里边这丫鬟性情很柔和。红娘，红娘啊，是小丫鬟。京剧有红娘啊，京剧、豫剧，嗯，好多戏都有。是是啊，尤其那个说相声，咱们有时候开场小唱，嗯，我净唱这个什么大西厢啊，对呀、啊，还有云鹏不爱唱竹板书吗？啊，拆西厢，拆西厢嘛，盈盈门锁，手儿托腮，叫声红娘。你快过来，你姑娘有见这个不明的事啊，一从头你要细说明啊。白小月唱过这个、哎、这个开西厢、嗯、好听哈。嗯，其实在曲艺里边啊，几乎所有的曲种都唱拆西厢，都有这个。哎呀，西河大鼓啊，什么这京韵啊，京东大鼓，嗯，都唱。反正京东唱的稍微愣了点儿。京东唱这什么味儿、啊、哎，这词儿一样啊。哦哦，崔莺莺满座手托着腮，叫声红娘你过来，你姑娘有一件不明的事啊，一从头你说个明白呀、啊、哎这是另一个味儿了。哎，你听着这个莺莺啊，可能是嗓子不太舒服啊。打土匪那儿过来的啊，所以这个曲种啊什么很多，嗯，曲目也很多，都爱唱这些个。哦，在所有的民间传说里，我最爱的就是您喜欢梁山伯祝风台啊。这祝风台他倒不住海淀是吗？不要篡改名著啊。谁篡改名著啊？怎么说，那叫梁山伯与祝英台。梁山伯祝英台，对，祝英台，这个是东晋时候的一个故事。嚯，梁山伯是个男孩、嗯、对，祝英台是个妇女，是啊，女孩儿，女孩儿啊，女孩儿啊，干嘛啊？这、嗯、俩人一块儿去求学去，嗯，到杭州啊求学去。哦，在一块儿待了三年，嗯，这梁山伯也没认出来人家，我没看出来啊。那会儿他还跟人祝英台讲呢，是吗？梁山伯可好了，哦，有108员好汉啊、嗯，我们大哥叫晁盖。哪个梁山伯、啊？欢迎你上我们梁山伯。没听说过啊？哪儿梁？那叫梁山坡，那个水坡的坡。您说这梁山伯是人？不一样啊。当然不一样。行啊，算你对了，算你对了啊！啊，别搅。梁山伯，哎，本来俩人都以为郎才女貌，是啊，咱们能结婚。没想到到最后、嗯、啊，这个祝英台的父亲呢，把他许给了马文才，是啊，一个有钱人家。嗯，然后最后。众所周知吧，啊，因为越剧这出叫双蝴蝶嘛，是是是，最后俩人殉情死了嘛，对，啊，死了之后那个墓打开了，嗯，梁祝嘛，哗飞出来变成俩扑棱蛾子啊，扑棱蛾子呀，还唱呢，老头子和老婆子，您这又串了，不是啊，两只蝴蝶，哎，不管是曲艺还是戏剧，嗯，都没少唱梁祝，对，啊，很好，嗯，曲艺里边有一个拉混腔。拉混腔啊，山东的拉混腔啊，地方唱这唱的好，怎么好听？你留神啊啊，留神！哎呦呵，大家玩这个可愣了啊！怎么唱？你看台啊，全来！哎呦，走了喂喂呀，走了喂的喂呀，在这山上下来两个学生来，前边走的本是梁山伯，那个梁山伯后边跟着本是祝英台，一呀呼啦的！嚯，好家伙，嗯，这声都打脖子后头出来的。
听一回管一年。对，一年别听，那是曲艺啊。啊，戏曲就太多了哈、啊。是什么京剧呀、河北梆子呀都有。哦，嗯，梆子的这个也挺好听。梆子怎么唱啊？河北梆子唱梁祝，一唱就好听了啊。是，忽听得一旁唤兄长，不由得山伯喜洋洋，走上前来，拥目观望，英台原是国女红妆。好，梆子的河北梆子啊、嗯，但是你要问我，嗯、我觉得评剧唱梁祝是最好的。评剧唱梁祝怎么个好法？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啊，嗯、这个说相声不挣钱，是我唱过几年戏。哦啊，最开始是唱过河北梆子，嗯，后来我就不唱，因为唱梆子太累。你想那味儿，调门高啊，是啊，给的又少，我就不干了。嗯、哦嗨，我要是给的少，嗯，哎，后来就改唱这个京剧，是觉着国粹也多棒啊，啊大戏。但是那会儿京剧不卖钱。哦，也不行、啊。我们出去上农村呢、啊，各县那叫写台口啊。哦，就您这要不要我们国粹？嗯，一说这都让给退回来了。哎，这嗨，也不至于。后来河北省啊，天津郊区又一问，人家爱听评戏。哎，评戏火，我们就这搭评剧的班儿。哦，评剧通俗易懂啊。那倒是，你就包括这个梁祝，啊啊，梁山伯。我们那会儿班里边好多那个老演员呢啊啊，他可能化完妆之后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唯美。但是他只要一进了戏，也一做戏一唱，哎呦，真是很感动人，也感动。哎呦，包括他后边，你看这个，听说祝英台要结婚了，嗯啊，要嫁给马文才了，是。然后梁山伯得重病要死，嗯，祝英台给他写信，嗯、一边写，演员在台上掉眼泪，观众坐底下也掉眼泪、啊，真的很感动人。观众坐底下掉眼泪，哎呦，台上台下都哭，不，这是发自肺腑的，过了，这是有感情的看戏。郭老师，这个就跟有感情的喝咖啡是一个道理。哎呀，不一样，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不一样啊，感情归感情啊，你要说演员台上是吧，登台行表做戏，嗯哎，哭了，嗯、真实、嗯，对吧？为了感动观众，这有可能。嗯，但是观众不至于，坐底下看个戏，那么就代入感有一点可以了。一看这就不是劳动人民出身。这一定是贵族子弟，啊，咱们像这种人一定早上四点半就会起床，我是，还得拉磨去，你知道吗？对了，我坐在那儿睡了，是不是？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台上演员掉泪，台下观众跟着一块儿都，那个东西很真挚。那也是个别的，对吗？你说这么多观众，还有一两个，那也不叫事儿，不至于。人听个戏，年轻人，哪儿你不要太年轻。那怎么叫太年轻？老话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六十秒啊！哎，这一样啊，知道吗？一样、啊。你不要娘娘公抱一兔爷，什么讲？没个人样哎，知道吗？啊，地里牌子下关东是走的道不少，你见的天可不多。哎，你怎么那么些俏皮话？二分钱买碗兔子血，贵贱你不是个玩意儿啊！哎，怎么叫说话？五马换六羊，越换越不强啊！不是，要说这能说到天亮。您别说了啊！您别说了，我也不是抬杠，这东西那这么说吧，他就是没碰上我。对不对？碰上我就肯定不哭，哪儿我就哭啊！于老师，怎么着？这个抬杠是不是比打分挣得多？咱别那么些俏皮话。嗯，这个不是抬杠，就在这儿啊！正月十五，北展怎么着？将近三千人。对，我唱几句，你听听，我一定会让你哭出来。好啊，那您唱，我绝不会哭。我这么跟您说，我爸爸死我都没哭。您。好家伙，这好，那我白死了。哎，别笑，怎么就占便宜呢？一点都不便宜啊！肯定不哭。行嘞，对，祝英台这儿修书啊，啊，这个情绪啊，你可不能搅和我。我怎么干嘛搅和你？不哭呀？你这你叫你是黑粉啊？你我也是，咱别提黑，我这看着这我这当时说别搅和，我这还没唱呢，他那。不是，怎么看见智能门锁了？是怎么着？哪儿？没听说过，您老往那儿里。你稳当住了，你别搅和我。我搅和，看您大老爷们拿，哎呀，你这是可乐。哎，你看这动作，你哪儿有？这要回家，你这是？你来吧，你。哎，你不行，你这儿搅和不行。怎么搅？你呀、啊，你帮个忙。怎么着？你给我扮演一个梁山伯吧，好吗？我不会唱。不，我现在我给你写信，我是祝英台。
我给你写信，我的情感在这儿了。是，你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梁山伯。这样的话，你在人物里边你就不会搅和了。哦，行，反正我不搅和就完了，好不好？好，哎，你现在就是啊，哎，好。呀，我那个药不能停啊！我没哪儿，我你看您，您假装没听见。我凭什么呀？站我跟前儿了，我怎么？那你怎么办呀？我这听着可乐嘛，那您把脸挡上行吗？哈哈哈哈哈！还挡上？哎，我就这样啊？哎，这就挺好啊。行，那行吧，我先喝口水去。哎哎，回来！好家伙，这受不了啊！你就唱吧，我听着。别搅和啊！不搅和。呀！哎，于老师，怎么着？您这您这喘气能小点吗？扑噜扑噜，你这诈尸呢啊！您来吧。哎。可说是山伯哥，山伯哥，小妹我害苦了你呀！啊啊论顿大大大大仓了浪贼一雷仓大铺的仓祝英台提笔泪满腮点点的祝泪我是洒下呀来想当年咱二人多么样的恩爱爱爱爱爱你恩我爱咱们两小无猜听人说山伯哥身得了重病好叫我万两黄金我也买哎哎哎不来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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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那叫把英台哥哥呀你妈哎你怎么哭了呀这踩我脚了哎听见了啊谢谢哎呦我可了不得快递来了快接过来快点谢谢啊来就来吧就别花钱了你说你花钱你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是吧谢谢谢谢啊今天来了好几千人今天这场演出很重要是啊因为每年的这一场对我们来说叫封箱对了啊就说这一年啊整个团体的最后一场演出把演出用的箱子全封上了哎转过年春节之后再开箱再演出对所以今天台上站的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哦这还部分演员呢还没算是在国外的呢啊对这个今天晚上注定是一个挺热闹的晚上啊我们会所有演员通力合作消费于老师及其家人哎好家伙我也习惯了倒是我救不了你了是吧所以说封箱演出呢跟其他演出是有区别的啊形式上要丰富一些嗯内容上也要多一些对宗旨就是让大伙儿得开心高兴一般来说开场呢总要有一个形式啊往常我们经常是唱一些个发四喜儿啊啊十不弦儿莲花落啊嗯一些个开场的小曲儿小调是烘托一下气氛嗯咱们总唱这些包括大西厢没少唱啊唱过好多次对啊咱们今儿换一个怎么样哦换一个什么呢你看看嗯我还没想好他们就说好哎嗨咱们唱一个唐伯虎点秋香吧好吧哦这个也是大家熟悉的对这个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大伙儿都知道嗯啊这个唐伯虎
嗯，为了秋香，卖身进华府做书童，到后来顺利的把秋香拐走了，拐走了，一段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是电影我们也演过一个叫《三笑才子佳人》，是舞台剧也有叫《凤求凰》，唐伯虎三笑点秋香。今天搁在这儿，咱们大伙儿一块热闹热闹。好，掐其中的几个牌子，好吧？这乐队也不是外人，都是我徒弟。哦，我们一块儿胡唱胡有理。哎，咱们一块儿唱啊！你们都准备好了吧？可以了，都准备好了吧？啊，来吧！啊，我们这多大岁数都有，五世同堂，今天是啊。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唐伯虎三笑把秋香点，这才子佳人。万古流传。我先来小曲牌，叫《云苏调》。来，画相府困住了唐伯虎啊！卖身为奴为的秋香啊！天地入洞房，喜滋滋上牙床，嘎吱嘎吱干嘛呀，嚼冰糖啊，想秋香想得我肝肠断哪，盼佳人盼得我犯发慌啊，一顿吃了六张饼啊，一顿喝了那八盆汤啊，一百个馒头我剩了三个呀，吃完了有点儿撑得慌啊，秋香姐姐你来一趟吧，搀着哥哥我上趟茅房啊，今夜晚牡丹亭佳期会呀，好似织女会牛郎啊，心高兴抽根烟我喝了一瓶酒啊，烫了个头像是喜羊羊啊，行了行了，您别唱了，又是我。这个传统曲目都有这个啊。什么呀？唐伯虎三大爱好：抽烟、喝酒、烫头。没听说，这是传统曲目吗？这挺好啊。这个大伙儿一块儿唱合着苏啊。这个曲牌叫《云苏调》，好听啊，挺好。其实我们这儿还有能唱的，都能唱，那挨个唱就太多了啊。哦，我挑一个帮着我的啊。哦，这谁呀？陶阳呢？陶阳哪儿？陶阳，来来来，我都没看，站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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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介绍一下啊，这个这是我徒弟，也是我干儿子啊，陶阳，一名叫陶云盛，是啊，就陶人家剩下的那个，就是他啊。这个倒退这么几年，你们老看见各大京剧晚会上有一京剧神童，那会儿这么大一孩子唱得特别好，就是他，一眨眼功夫长这么大了哈，哎，那年来的时候五六岁来的，这一晃四十多了，哎，这至于这么大吗？那个倒仓，倒仓就是生理啊有变化，嗓子变了啊。但是呢，这两年恢复的还算不错。好好的，我抽你啊！也是我徒弟，也是我干儿子，很高兴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排啊。哎呀，这还改同一排了，还没法说了这个。儿子嗓子怎么样？现在还成，还行是吧？咱们一块儿唱一个《照花台》好不好？您唱一更，我唱一更，你唱二更，我唱三更。好，
天亮让谦儿大爷买早点去啊！嗨，来来来来来，赵花台、嗯、来。咿呀嘛更儿里，月来莺儿照花台，秋香姐定下了计，她说晚不色儿来哟，牡丹哎，庭前我们多恩爱，但愿得鸾凤早早配火仙哎哎哎哎，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堂姐愿对明月，止不住的好伤怀，美人哎，秋香还勾了魂的女裙钗，哎哎哎哎，美人哎，秋香还勾了魂的女裙钗，哎哎哎哎，二呀嘛更二里呀，月了莺儿照花前，花香复困住了多情堂谢幽庵呐，痴情的才子我风流的汉呐，我在那佛前我求了几千年安，不见那女天仙，不见那女婵娟，唐伯虎对明月，那孤夜风寒呐、啊，美人哎，秋香还勾了魂的女婵娟、啊，美人哎，秋香还勾了魂的女婵娟、啊。三呀嘛更儿里，明月照当空，月下老阴火姑，不来拴红绳，牡丹呐、啊，庭前我空满园，点点的相思，长叹一阵风。天边月朦胧，庭前月朦胧，听桥楼更故乡，眼前铁马声，美人哎，秋香害我的儿子叫高峰，美人叫高峰，介绍一下啊，这是高峰啊，高峰。像话，你不是胡来吗？哎，他们跟您开玩笑，开玩笑。别老瞎逗，我解释。别，这德云社高峰啊，高老板有一套。谢谢大家啊，跟我们大伙儿都沾血缘关系。这不找这辙吗？啊，找这辙，别的辙不像话。哦，啊，这都是中东嘛。对，天边月朦胧啊，什么庭前恨无穷，对，听桥楼更鼓响，什么都是中东辙。你要唱史爱东，不像话，非得高峰。对，你怎么不说你的爸爸叫高峰？我这孙子叫高峰。我又想着没有。传统节目不能捣乱啊。哎，可以。那接下来咱得唱什么了？咱一块儿来一回。得点香了是吧？春夏秋冬，春夏秋冬点四香是吧？哦，来，儿子，哎，那边叫去。哪儿啊？沾便宜就上这个、啊。这是便宜吗？就这三分钟的功夫，他得抢啊！哎，儿子，看住你这科，听见了吗？有人贼着你要篡位置是吧？接下来到后边是点春夏秋冬四香，这个牌子叫农民乐。好、嗯。我抽你们俩。最能起哄这俩，我就知道有坏人。你们开点孙胖子啊，捣乱这人。来来，桃
桃花飞舞柳条青，好一个春香女儿花容，愧呀苗丹青山花花啊，这佳人十九冬，手儿巧好貌容，只可惜鸳鸯梦前世未修成啊，只可惜鸳鸯梦前世未修成啊。桃花引来小黄蜂，好一个下乡女儿花容啊，明眸皓齿春波动，这佳人喜盈盈，桃腮粉面扫得通红，只可惜年纪小，婚事怎么能成啊，只可惜年纪小，婚事怎么能成啊，冬香了。桃花引来小黄蜂，好一个冬香女儿花容啊，这佳人好比那鸳鸯梦啊，只可惜月下老她未给拴红绳啊，只可惜月下老未给拴红绳啊，秋中魁首乡中望啊，为了秋香我费尽了心肠啊，虎丘山大闹云岩寺，追舟寻美醉癫狂，皇家谢院办了书房，堂堂的斯文面上无光，今日里呀、得如鸳鸯帐，我与你三笑姻缘配成双，我与你三笑姻缘配成双。这听个热闹，开场的时候呢，动动丝弦，压一压众位的耳音，接下来这节目就是一场接着一场。是，当然一般情况下开场的时候呢，都得动响器，哦，都得有动静。哎，但是在曲艺班来说呢，响器咱们也没有说戏班那么热闹。是啊，对我们来说最热闹的就是板子、快板。哎，我们之前收编了北京的丐帮，哎嗨、啊，然后有这么几位能打板子的，来来来，来往前来，前哎，不怕丢人的到前面来，哎。也没有什么可丢人，因为丐帮这个行业是什么年纪都有 啊， 啊，都有。来来来，好、啊，来，这是李云天啊，李云天，哎，我徒弟啊，我们师兄弟徐广，哎，那我师哥史爱东，哎，今天有不少史爱东的粉丝，我看举着牌写个史啊，啊，有举这个的吗？啊。